选手阮氏秋荷的话，她是在杭州亚运出赛800公尺，这次则是在我们这边出赛了1500公尺。来跑1000。嗯。来看到这是新加坡选手苏瑞敏，编号1254。对，他的哥哥也来台湾比过，他哥哥是长距离选手。是5000比到5000、1万，甚至跑到半马。新加坡两位，这两位都是中长距离的好手。苏瑞敏的话，他四月才刚破他自己800跟1500的个人最佳，所以近况是非常好的。那另外是在吴佑威，吴佑威在去年的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是跑出了第5名，当时跑出来的成绩也是个人第2快哦。那另外雷里莎，她其实很大，雷里莎大部分是以半马、全马为主哦，在场地赛事比较少。那在前面遇到她，我问她想说，基本上场地赛事就是她自己调整的。是，可是她其实她有说过，她有一段时间她非常不喜欢田径的时候，她是连这个场地她根本连经过都不想经过。她在去年的青年杯的时候，第一次比10年来第一次比1500公尺，跑大概成绩就是4分35秒多，都没有。对，但是。这个成绩后来就是去年比完之后啊，当然是破了他们这个大会纪录。但是，就很开心的是说他在春季杯这个比赛里面啊，就是说让他自己重新找回了这个田径比赛的感觉。对，而且他之前他一直提到说他希望能够挑战今年东京奥运的马拉松的参赛门票。当然最后是因为他一些伤势的原因啊，最后其实是有一点差距。不过我们还是要提到说，以他这样的一个。老实说，如果对老一辈田径迷，但他15岁、16岁，大家觉得哇塞，台湾的中长距离部居然有这样的一个选手出来，会有那样期待。后来没有照他的这样的发展，但现在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斯里兰卡的1500公尺跟5000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什么配速要这个配速要跟得上去的话，就大家辛苦了，还要配3又4分之3圈呢、哦。四年的最佳是4分24秒57。3号朝鲜李松辉的最佳4分30秒。4号越南阮氏秋荷，氏秋荷也是越南的杭州亚运国手哦。5号印尼的阿布里利亚。Aprilia Katina representing Indonesia。Katina的最佳4分36秒65。李英庄。新加坡的李英庄在4月份刚破了新加坡的全国3000公尺障碍的全国纪录，可以相通的。苏瑞敏刚才也提到，4月刚破了。代表台湾师大出赛的汤乐瑜，他是来自香港，他也是今年的全大运的1500跟5000的金牌选手。那当时他有提到说，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在千五可以破他的个人最佳，另外在5000公尺出赛，希望能够进到18分内。其他选手出发。其实，在中长距离的话，长距离其实微雨对选手影响还好哦。有的时候反而是加分哦。当然，如果说在天气情况下，对一些田赛或者短距离会有一些影响，但对中长距离部来讲，反而下雨天不要太大雨了哈。目前斯里兰卡选手，对，哇，加拉现在，但他毕竟他在配速的部分。个人最佳4分09秒12，跟其他选手基本上是有拉开一点差距，有在平均上面哦。那一刚开始出赛哦，就在前方来领跑，在1500公尺的部分哦，也希望选手能够在这些国外选手的整个刺激之下能够。我是今天的主播张以琪，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
实力先拿来自斯里兰卡的阿伯拉斯纳。On the field for men's high jump final, at this moment the height has been raised to 2.05 meters.男子跳高，高度来到2公尺05。